这咋的还整点啊？嗯啊，这快过年了呢。这是最辛苦的人，然后吃的最晚。我们中午全吃完了，你等晚上回来再吃啊。哎，剩了点给我留点。给你留点就已经不错了呗。没给你留都干嘛了哈？不给你留你也得忍着呗。嗯。啊？因为是我做的呀，对不对？我全吃了不给你留你也没办法。嗯，哎，这不是老婆还不错，还只给你留点哈。那就是要想让牛跑，不给牛吃草啊。他先给你煮的饺子还是？那是冰柜动不了了，没地方动了，你煮了给我吃。哎呀，真的抓我人。你听不听啊？就是我在网上看他们说啊，说东北那个啥，就是过年都是吃饺子没有菜，就是都这么说，说东北。别的磕碜的东北。嗯，就是说东北啊，就是过年就能吃。不是我磕碜，是别人那么说。那我，那以前我老家，那我老家不是东北的，我磕碜东北啊。我这是看别人说的，我就觉得挺奇怪的。因为以前小时候那时候条件不好，可能是过年就整点饺子吃。然后后来条件好的时候也弄菜，但是没像弄那么多，也是弄几个菜。怎么可能就是吃饺子，没有菜就光吃饺子呀？这也不可能啊。现在哪有这样的了？现在没有这样的了。哪有？肯定都得弄点菜，哪有不弄菜的？不也是过？嗯，也确实也有穷啊，越有穷啊，越不吃不让饭呢。这个猪蹄好吃吗？还有一个要不要？留给人吃吧。嗯，你想吃就吃呗，有人吃没得买呢。这肠有点咸啊。咸怎么不咸？我吃的。这是刚刚孩儿给你刷的那个杯子吗？嗯。那不是你喝茶的杯子吗？不，我喝茶，我喝酒不一样，你多一涮。我给你买了件衣服。嗯。我给你买了件衣服。什么衣服？外套啊。好看吗？我的眼光能不好看吗？你不想想。别吹呀！怎么别吹呀？怎么别吹呀、啊？我那眼光能杠杠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牛肉挺贵，你别给牛肉吹一个便宜了，我告诉你啊。你能喝了这一大瓶啊？喝两会儿就舒服。